那你看着我播的，我没下老鼠药啊，你吃蒜。你再喝一口微醺，快点，快！怎么样？我说了吧，喝微醺之下绝配。还有吗？你喜欢给人剥虾？我刚想说，还有也不伺候了。你出的钱，好歹也让你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吧，这是礼貌。没大没小。时间到了。看来你还是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我不会说漂亮的话，也不会说莫名其妙的对不起。我只知道，我想和你们一起赢每一场比赛，不想缺席任何一场比赛，不想再让你们失望，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绊脚石，想做你们的队友。直到某一天，能够站在你们和我都想站在的那个世界的巅峰。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明明是维护队友，为什么要被这样看待？大家都很感谢你的维护，所以我们最终还是玩了那个游戏，就是为了帮你少带一点节奏，争取多弄一点证据。还有我也很感谢你的维护，但我并不是让你磨去自己的棱角。小姑娘，我只想你知道，在保护别人的时候要先学会保护自己。那我什么时候能够保护我自己？等你某一天强大到别人打不倒你的时候。队长，陈哥，干什么呢？快开场了，去比赛了。别动，再动赶紧滚。陆思成，我不是你，松手。成哥，你怎么还不睡啊？我一定是在梦游。我的天，我看到了个啥？我要瞎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队长，怪我太天真。为什么被我看到？为什么又被我看到？胖爷，我一年365天，大概只有不超过5天的时间会早起，为什么就偏偏选这一天才碍我的眼睛？还是其实你们天天都……我要报警。梅师傅能找你吗？哟，中文还挺好，但是不能。
总决赛拿到冠军之后再说吧，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你该吃药了。你这人有没有原则？早在你上次问我是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完美人设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不是了。如果我坚持原则的下场是看着我心爱的女人跑去尼姑庵里面敲木鱼，那我坚持原则干什么？坑我自己吗？所以是我自作多情，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那为什么要在椅子后面装作一副被抛弃的小狗的语气让我不要去见相亲对象？那我是要被拒绝了。不敢。那你答应我了？也并没有。那我知道了，你只是单纯的想被揍而已。你看，就是这种语气，队长的语气，对爸的语气，老爸的语气，随便是什么语气，反正就是不像男朋友的语气。我说的男朋友又不是说你，你笑什么？把嘴角放下来，你收回去。你男朋友都输比赛了。这有什么呢？不就输了一把比赛吗？又不是没见他输过，整个春季赛啊都没有赢过几回，这次输了就接受不了了，无所谓吧。不是还有下一把吗？下一把赢回来不就行了？你们干嘛？他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所谓？而凭什么无所谓啊？对呀、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选手才会全程打酱油。我们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看比赛赢的，请你们不要说这种让人听着就烦人的话。爱强，哎，爱强，我朋友那个意思不是。走。干嘛你？走。你这种人干什么？不是，是什么这种人呢？我可是你们粉丝啊。对，你没有听错。我自己女朋友我自己都舍不得说，你们凭什么在这唧唧歪歪啊？我打得好不好跟她有什么关系？六个玩，为什么让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撞破这个世界之谜？你们有事吗？我只是个萌萌的胖子而已。
这份热爱意味着。我是被绿了吗？不顾一切。